是 K 歌王，我是 K 歌王。现在马上介绍两队参赛队友，首先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我们可爱的统统，以及王灿大哥，还有我们的林道远。马上紧接着介绍我们的元浩队，有我们讨人厌的爱晨，帅气的元浩，漂亮的秀琴姐。主持这一集心里非常的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今天现场有两件事情让一直放在心里，就像心里有一根针一直在刺我。为什么？哦，这么严重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真不敢相信王灿大哥竟然歌唱的那么好。哎呦，真的还走动感的嘞！而且我觉得他有间接威胁到我们的地位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他是用生命在唱歌的。哎呦，你刚才看他唱歌已经爆青筋嘞！对，我怕他唱完这一集，可能救护车已经到那边去了。写的多好嘛，王灿首张个人专辑，真的。因为了我们要反制他，好险我们请了秀琴姐了。哎，对啊，他超会唱歌的，这个素人人气里面歌唱可以说是可以发专辑，人气界的张惠妹，真的是开玩笑。可是秀琴姐说真的，不是神灵迪奥吗？歌要唱得好听，身体也要顾哦。哦，真的健康最重要，加油加油！为了要证明你现在身体已经恢复，现在有几成功力，可不可以来一两句让我们大家进步一下？啊嘿。我们就翩翩起舞，对，是是是是。讲到跳舞，又让我第二个心里不舒服的事情又复发了。哎呦，你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心里那么不舒服？王灿大哥不止歌唱得好，而且他在祝歌会上还有一段很好的表演舞蹈，是跟我们的统统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秀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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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不秀我要秀了，秀一下。偷学了哈，好看 ，OK 的，这样 OK 的，画面也漂亮，对，而且王灿大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爱晨跨不落去啦！现场寻找共舞者，究竟谁是那位幸运星呢？你们两个好像一个大霸王跟一个小霸王的，谁要跟你跳舞啊？好了，今天节目一开始，大家是不是玩得很开心？是是是。接着，我们今天 KTV 排行榜有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呢？哎呦，第一组请就位，请就位，来来来，第一组，第一首歌曲会是什么样的歌呢？哎呦哎呦，这样有道吗？好，给你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疯狂世界。哦，哎呦。五月花不是五月天，你不好笑，不好笑。请问怎么唱？我好想好想飞，逃离这个疯狂世界，那么多苦，那么多累，那么多莫名的泪水。我好想好想飞，逃离这个疯狂的世界。如果是你发现了我。也别将我挽回。恭喜爱晨，还好的答对 ，yes。这两位大对决，好不好？到底会鹿死谁手？加油！好，快！哎呦，哎呦，一起到的，哎呦，一起到吗？哎呦，快一点，王子快一点，是真的吗？对。灿哥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就这几句。漂亮了，请问怎么唱？就这几夜我要离去，就这几夜一样想你，虽然心中难过，但面对你的冷漠，只有轻轻留下一句，我想你。就这几夜我要离去，就这几夜一样想你，虽然心中难过，
但面对你的冷漠，只有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。是哦，王丹大哥，恭喜你，好听的，答对。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哎呦！哎呦哦，道演踩得很大力哦。哇塞，你小心我们的道具好不好？秀琴姐来这边请。好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王子的新衣。哦，王子的新衣，我还以为他说王杰的歌。哎，请问怎么唱？如果王子的新衣可以让我挑选，我的动脉会被看见，宁可危险有些疯癫，没有遮掩，穿成我真的心意在人群面前，想看看你们疯狂的脸，会爱我不爱我不必敷衍，冒着绝对的风险，是你靠在我胸前，还是说再见。哇哇哇，这么胖脸的 rocker 不错。对，林导演恭喜你，好听的，答对。Yes。紧接着下来这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搞怪的爱成用单脚来抢答，王彤。紧接着下来这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我以为单脚跳能赢还是输。哎，刚才口头那一声我知道是海豚音。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彤彤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请你向后算。请问怎么唱？你看我最低的调，请你向后算。好听的，答对。 Yes。 我觉得王琛大哥他是速度取胜。其实我们之前在看那个他演电视的时候，就感觉他是一个温质彬彬的。对，没错没错。没想到他最近感觉像有点像刘畊宏。最近真的是有在健身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因为就是为了因为练舞蹈，所以才变成这样。哦，对啦。接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。帅哥，差一点点呢，一定是我先的。唱歌，请下来。姚元浩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小时候陪着我们一起长大的洪蜻蜓。耶！请问怎么唱？没有，蜻蜓来了。蜻蜓来了。我们都已经长大，飞蜻蜓，好多梦正在飞，就像童年。真情爱嘛，你跟小心点脱掉，然后小孩子跌掉，还变假。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速度哦，真的有原住民的 feel 呢。小心姐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这首歌我最爱，叫《陪我看日出》。哦，很好听的一个歌，请问怎么唱？雨下了走。希望就在黑
翠君姐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来，该我要动弹一下了，我想。你那个行为很像，可以碰到你，好各位，各位，走开！他们到底是情人还是仇人？请进 VCR。喂，哪来的 VCR？ 没有 VCR 啦，快要变仇人了，我告诉你。艾辰，为什么是你站上去啊？你还好意思站上去？是他吧？喂，彤彤，请上台。为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为什么？这边啊，丢不丢人啊？彤彤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歌名我真的很想你哦。哎呦，不要讲出来嘛，讨厌。好，艾辰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这首歌是我最拿手的歌，如果没有你。哎呦，好，我们真的不想不想听，不想听，不想听。掌声，请给音乐。如果没有你，没有过去，我不会有伤心。但是有如果，还是要爱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在哪里，又有什么可惜？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他听不到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在餐厅，不付钱，太给钱。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接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。我先的，我先的。对，不好意思哦，元浩，不好意思。很有自信的跑上去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刘德华每次醒来。哈？不是啊，你自己唱的跟歌词都不一样。你给我下来啊！信心满满的元浩究竟开？元浩，不好意思。很有自信的跑上去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刘德华每次醒来。哈？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。对啊，不是啊，你自己唱的跟歌词都不一样。你还想问别人吗？你给我下来啊！跟王力宏有关。请下来，王灿大哥，请上台。请问这首歌，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应该是那个失恋无罪阿令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王力的好朋友的歌。对，好朋友。王灿大哥，请问怎么唱？孤独万岁，失恋无罪。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？我对人心早有预备，还不算太黑。独身万岁，失恋无罪，还不够爱你的人才受罪。用过去悲伤换来自由，难道不珍贵？答对 ，yes。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，这就是感觉上，哎呦，秀琴姐先，秀琴姐先，你下去了，对啊，哎呀，几乎是同时。我跟你讲，这首歌没关系，不用穿了，我们唱完。很奇怪，我不穿高跟鞋，我就不会唱。那没关系，穿一只就好了，穿一只，穿一只。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哦，这首歌是我好姐妹的歌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。哎呦，哎呦，请问怎么唱？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放弃，但是做的决定有些爱。
婷姐，恭喜你，让我们感动的答对 ，yes。爱晨，你这一回哦，对不起，君子一点，不要这样去伤人家的心嘛，是，对不对？不要去做一些小动作，吃饭要付钱。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。我知道啦，我知道啦，哪一首？这首也是我一首很拿手的老歌吗？《忘情森巴舞》有吗？这个吗？有，《忘情森巴舞》有，总有好的一天。我有啊，那首歌好好经典哦。好啊，你自唱啊。对啊，老师不要给音乐啊。对，你就清唱吧。干嘛？你最近很容易受伤哎，玻璃心哈，玻璃心。老师，请给他音乐。动感一点，动感一点。人们来去匆匆，去也去的不从容。来来来来，一起跳舞，别再抱怨，伤心也要放假。有的好一天，一起升八步，不再孤独，抛开烦恼与痛苦，一起升八步，不再孤独，投入忘情的舞步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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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艾辰最近好像肢体语言有点障碍，他的那个胃，对啊，你刚刚那胃腑再一次，而且很喘哎，他好喘哦，是哦，胃腑，他好像还有，这个我有同感呐，这个我有同感呐，他被肚子卡住了。好 ，OK， 来，好了，好了，王昌哥，你示范一次胃腑，来看好不好？胃腑，来，胃腑，什么叫做胃？胃。我跟你讲，没关系。刚才是这样子，讲人的人要出来跳。对，你上来呀！你很厉害，你给我上来喂喂喂喂，好看，都是看喂喂喂喂喂喂喂。我没有学过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你那个是扔咖。喂，请问下一组请就位。来，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。对啊，会不会有卫福的歌呢？快！哎呀，真的，哎呦，袁浩先到的，来，灿哥哥。姚元浩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。今天你要嫁给我啊？啊？看到有个架势就嫁给我，专业一点。王灿哥，请上台。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羽翼之下。哦。对，请问你怎么唱？就是爱到深处才愿尝，舍不舍得都断了吧，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。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，碎了心也要放得下，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。答对，接下来是最后一首歌了，好，请两位要好好的把握，没问题。通常会安排到最后一首歌都是压轴，对，两位都是会唱歌，到底是谁才是压轴呢？好，有位到来，好了。等一下，他刚跑出去的跌打，雾什么雾？太滑！喂，神经小姐姐把鞋子穿起来。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阿密特的掉了。哎呀，难唱
很简单，很难唱哦。请问怎么唱？黑色小院亮了，雪白。KTV 所有的歌曲都已经唱完了。好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统统贵今天得到的是5分，错了啦，好，不错。元浩队今天得到的是7分，掌声。王灿哥哥唱歌唱得很好听，发声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是的，秀琴姐今天来，身体要顾啊哈，就唱刚上好听的歌呀。真的，是，下次一定要再请两位一起来参加我们的 K 歌王。谢谢。最后呢，还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，就是我们秀琴姐带来的《爱一直闪亮》。我为爱一直闪亮。